说到公平，使用者付费似乎也是比较公平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推行使用者付费，因此呢，北市停车格明天开始就要全面收费了。台北市有超过40000个停车格，其中原本13000多个是没有收费的，但也因此有不少民众就长期占用。现在交通局表示，考量到了民众的负担，因此巷弄的停车格收费会以最低费率每小时20或30元来计算，收费时段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有民众认为使用者付费是合情合理，但是也有人抱怨说薪水没涨，现在还要多付一笔停车费。